古装爱情励志剧《迦南传》正在甜蜜热播，在最新剧情中，终于等到了香宝宁李谦大婚。宁谦夫妇在经历和亲事件后，认识到对彼此的爱意，所以婚礼就立马安排上了。婚礼上的香宝宁真是美若天仙，鞠婧祎的婚礼造型好看又百变，红色嫁衣亮眼夺目。同时在郡主大婚之际，御史歌手香宝宁在性情唱《迦南传》片头曲《莫离》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她的音色温婉悦听，分分钟心动的感觉。视频中鞠婧祎身穿白色针织衫，慵懒随性，针织的面料柔软舒适，更好展现出女性的柔美和优雅。针织衫上的蓝色蝴蝶让服装简约又不失设计感，很是俏皮减龄。鞠婧祎不仅眉毛一直在线，业务能力也是非常棒啊。看鞠婧祎古偶剧，听鞠婧祎唱片头曲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